嘉义优质产品抢攻海外市场了。2024年新加坡国际食品展23号到26号在新加坡的博览中心热闹展开。嘉义县政府呢率领了4家业者前进东南亚市场，严选了高品质的乌鱼子、凤梨酥等等产品推广国际，也让不少采购商大载嘉义的产品，纷纷展现购买意愿。酥脆外表，一口咬下，用嘉义布袋的鲜虾做成虾酥零食，让人吃得津津有味。而来自嘉义的明星产品还有这些，色泽诱人的哈密瓜、乌鱼子、凤梨酥等等，全是嘉义的美食。2024新加坡国际食品展一连4天盛大举行，嘉义县府带领4家业者将嘉义优质农产品外销东南亚市场，成功吸引不少采购商。品质很好，不输给日本的这些零食。对，我喜欢它瓦萨比的味道，然后它脆脆的，会一直想再吃。试吃会觉得好久没吃到这么道地的台湾食物。每项产品询问度都破表，县府农业处也借此机会举办跨境见面媒合会，创造国际新商机。这次我们带了这个厂商，大概在整个参展上面大家反应都还不错，那我们也借机希望我们嘉义优先的农产品能够在新加坡让大家看得到。嘉义美食成功虏获他人味蕾，就盼借此机会增加在地农产品的曝光率，在东南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记者蔡崇吴嘉义报道。